感恩观世音菩萨。嘴巴张了这么大，出来的声音怎么这么小、啊、感恩师父，我想请问，我是1982年属狗的。82年属狗的，想看什么？想看呢，身体跟事业。看看啊，82年属狗的。哎呦，你这孩子哦，你这孩子天生生出来啊，稍微智商有一点点小问题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呢，完全可以补掉的。不是说你大脑里缺什么，是你缺少智慧，傻傻的，很容易上当受骗。这跟你上辈子骗人有关系。好，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我现在看你，你一定要念，每天念49遍心经。好。好吧。好。礼佛最好能念到5遍。好。大悲咒念21遍。好。好吧。好。你的事业基本上是靠跟着别人的，你自己现在不能做，做了你会亏本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就只能跟着别人。好。啊，找一个好点的老板，跟着他。好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你呢，能帮人家老板赚钱的，你很诚实，而且你有财运，你会帮别人的。你帮了别人，人家有钱了，你还是没钱。你说我说对不对？嗯，啊，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，听得懂。所以啊，上辈子嘛骗人，这辈子就被人家骗，所以最好这辈子不要骗人，下辈子也不会被人家骗，明白了吗？明白，明白。那身体呢，师父？身体，哦，妇科不好哎，哎呀，你的生理期不正常。对。非常对。还有骨头也不好，缺钙，关节酸痛，躺在床上浑身酸痛。对。掉头发。对。鼻子经常不通，有鼻炎一样的，在这里地方有点堵塞。非常对。经常打喷嚏。厉害吧？厉害。所以你要听台长话了。你现在吃全素了没有啊？已经吃素，可是有时候会出去应酬的时候会吃荤的，不过一般都吃素的。最好吃素吧。好。现在我告诉你，外国人都吃素，比我们吃的还干净。他们叫 vegan， 对，他们连皮的东西都不能用的，对不对啊？对对。我们吃素，我告诉你，吃素潮流，好莱坞多少明星啊，多少政要啊，全部都吃素的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记住了，吃素以后一定是时尚。问题不是荤的东西都不保险呐、啊，脏的嘞。你看我今天讲的，新西兰一个人，一家三口吃野猪，全部植物人。因为动物它吃的东西也有毒了，你人吃它的肉怎么会没毒啊？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明白。还有，请问师父，我的业障比例是多少？几几年属什么？1982年属狗的。哦，业障倒蛮少的，24。啊，感恩师父。好啦。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，我帮同修问一个亡人，叫江有强。美女江，友情的友，萧强的萧。什么叫交强的交啊？蔷薇不是交强不杀的交啊？对不起，是蔷薇的蔷。江友。强盗的强啊？不是蔷薇的蔷。蔷薇花下的蔷。对。江友强。男的女的？女的。2015年走的。啊，有人给他念很多小房子超度了，已经在天上了。啊，感恩师父。他生前啊，
还戴过眼镜。我不知道是我同修的。好了，好了，我看到他还戴眼镜呢。啊啊！感恩师父。好了。